大夫，孩子能不能保住啊？我媳妇儿这没事吧？你说你媳妇儿可能流产了？对呀，你看流了这么多血了，你是不是先想想办法？你踩点措施，把我孩子先留下来呀？她明明就是来月经，哪儿来的孩子啊？你自己看看。 这两口子心也够大的啊，说是怀孕了一个多月，一次产检都没做过。嗯，我之前不是生过一个吗？再说我用验孕棒了，我验了两次呢，所以就没着急产检啊。生过一次就那么自信啊？验孕棒有那么准吗？你的验孕棒是不是过期了？咱们什么时候买的？ 哎，大夫，那我媳妇每天又是恶心又是呕吐，能吃酸的能吃辣的，这次是怎么解释啊？对啊，工作压力大吧，吃饭准点吗？在家还行，但是一忙起来有时候就顾不上。那你们到消化内科去查一查吧。你这样啊，估计就是反流性胃炎，这种病也会有恶心呕吐的症状，很正常，不过不算什么大毛病。 啊，养养就好了，去查查吧。我真没怀上啊！我还能骗你吗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您走吧啊！谢谢啊！陈小寒，啊，去。 你知道骆家商学院是不是下个月初开学啊？好像是下月初，怎么了？他交钱了，他非要去啊。谁交钱了？佳如姐啊。商学院，他肯定会去啊。这么好的机会，谁会放弃啊？你懂什么？他这咬着牙往上冲啊。晚上。 媳妇儿，就这么没了。我例假以前也不准，但也不至于我乱成这样。没了就没了，没那缘分。再说了，你往好的地方想，工作最起码不受影响了。咱俩这么多天不就白忙活了吗？ 早点做那产检就没这事儿了，赖我，非等那李主任。哎，我这回单位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，陈琳的礼我都收了，他们不得笑话死我呀！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？没有啊，哪儿啊？ 那你笑什么呀？我这不安慰你吗？我安慰什么呀？你就是幸灾乐祸。我媳妇儿，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多难受吗？你知道啥叫心如刀割吗？我刚才求药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我差点掉眼泪了。我，叶一凡，你就是幸灾乐祸。你从一开始你就不想要这个孩子。不是媳妇儿，你怎么能这么看我呢？我对天发誓，你这么冤枉我，我可比窦娥还冤。 你可以怀疑我藏私房钱，你可以怀疑我跟陈丽去酒吧，我们喝大酒，你甚至可以怀疑我有小三儿，但是你绝对不能怀疑我在此时此刻我幸灾乐祸。你就是幸灾乐祸，你就是幸灾乐祸，你笑了。哎，行，媳妇儿，你来例假吧，我不跟你计较，好吧？我苦笑行不行？
我苦中作乐，我心里面难受，我不知道我爸那笔钱怎么办，我费多大劲儿，我把钱从我爸手里抠出来啊！要没这事儿，我爸肯定以为我拿这事儿骗他那养老金呢。你跟他说小心点啊，他知道非得弄死我不可。行了，媳妇儿啊，都过去了。媳妇儿，这事儿千万不能咱妈知道了，咱俩得一致对外啊。 喂，哎呀，我忘了，筑巢的战青同学会。喂，我马上就到了啊！你往哪儿到啊？你先回家把裤子换了。吴总，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再等会儿，应该快了。 李姐，坐，大家坐。加入已经到了啊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始。今天这个聚会呢，我也不想给大家太大的压力啊。前期的工作呢，你们已经做得非常的棒了。筑巢这个项目呢，现在马上就要上线了，我们对点击率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啊。当然，各位不能松懈，最后关头，大家再冲刺一下啊，把这个项目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。怎么样，各位？有没有信心？ 刘总跟他找你呢，今儿不去了，明儿再说吧。哟，怎么听着还有点失落呀？不是假离婚吗？真伤感什么呀？没离成，为什么呀？佳如发现他没怀上，假的。没怀？不是你，你这也能弄错呀？你可真行，你。是啊，这佳如这性子稀里糊涂的。 例假怀孕分不清楚，也赖我。本来要带着她去产检的，约那个主任一直没回来。嘿，你俩这真可以，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。你现在脑瓜子嗡嗡的吧？哎，我问你，那你这房子你还打算换吗？现在还没想好呢。你那钱？哎，那钱的事啊，不着急，先放你那儿。真要打算换呢，拿着用。关键问题就是你俩这二胎。 还打不打算要了？哎，佳如年纪也不小了，再缓也不容易。再说吧。行，我估计佳如这会儿啊也挺失落的吧。你这样，你这两天你多陪陪她吧。啊，我跟刘总说一声。谢谢，兄弟啊。就这样。好，挂了。来，这第二杯酒，就是要恭喜佳如。 已经顺利地拿到了洛家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，也意味着总公司对佳如近期工作的肯定，还有对未来的期待。这杯酒呢，祝你们的合制片人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公司对我的栽培和期望，谢谢吕姐这么多年带着我，我先干了。 等等，佳如啊，这么好的日子，我都想蹭你一杯酒了。吕姐，白水。 白水啊！
吴总，这是不是都是你惯的？这么好的日子，这么好的酒，别辜负了呀。是啊，佳若，吕静说的对，今天这日子你怎么也得喝一杯。是你酒量不好，但怎么也得意思意思啊。就是，而且你还来晚了，是不是该罚一杯啊？佳如，来。吕姐，我最近胃不舒服，吃药呢。那就算了。胃药啊？干咱们这行的谁不知道，这桌子上不放头孢啊，那都是借口，是不是？这么好的日子，这么好的酒，别辜负了。佳如，我可是看着你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，成长为现在一个出色的制片人。身为师傅，我很欣慰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啊，别别别，哪能您敬我呀？那你敬我，我先干为敬啊。李姐，李姐，我替佳如姐喝了。嗯，小山。我敬何家如的，你喝了算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吕姐，不就是一杯酒吗？不喝就不喝了啊！吴总说的对，不就一杯酒吗？喝了也就喝了。哎，姐，姐，姐，佳如，哎呦，佳如姐，你疯了！你怎么这喝呢？你肚子里孩子怎么办呀？你孩子，孩子。什么孩子？没有没有，不是怀孕了。你怎么真喝呢你？不是，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，雨静？没有，太可怕了。哎，没怀孕，说胡话呢你？怎么可能没怀孕？孩子不能有事儿，去医院叫救护车。你快快上医院！别看了，我上医院。我没有怀孕，不用去，不用去医院，不用去医院，姐。我没怀孕。就是胃炎。我能上商学院。先生，我们打烊了。哦，好嘞，马上。好的。来来来，各位，来来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喝一杯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感谢你啊，感谢吴总。干嘛呢？出来喝一杯呗。在家洗衣服呢，这会儿不行。那什么时候行啊？今天太累了，今晚不出去了。这么晚了，你也回家洗一睡吧。嫂子看不见活的，让她看见个睡着的也行。我这儿啊，真是希望直接来一女的，让圆圆呢抓我一现行，我也就一了百了了。
闺女，怎么上这儿来找我来了？你喝酒了？你怀着孩子还敢喝酒啊你？我没怀，我以后想怎么喝就怎么喝。你没怀什么意思啊？你大了？你这事跟伊凡商量没有啊？啊，他知不知道？没怀就是没怀。假的，压根儿就没孩子。之前验的不准呐。嗯。哎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吧，让你早点到医院去做个产检。一直孩子就是不听，就这么拖拖拉拉的。你呀你呀，你从小做事就这么马马虎虎，哎，这种事都敢马虎啊？妈，您别说我，我心里够难受的了。一凡知道了什么反应啊？跟我一样难受。你俩呀，加起来这个数，500，没一个脑子好使。那你就别说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啊。正好我也舍不得你再生，一听说你又怀孕了，我这心呐，天天这么吊吊着，我跳舞都跳不踏实。哎呦，这我可真没看出来，您在那 C 位上蹦得的挺欢实的。你今天是不是因为孩子没了才喝酒的呀？不是，工作上的事儿。我怕回去我公公闻见我的酒味儿，我到您这儿来消消酒。你们准备怎么跟一凡的爸爸说呀？没想好，我得跟叶一凡好好琢磨琢磨。哎呀，大家都盼着二宝呢。你们跟老爷子说的时候可得悠着点啊，他跟我的性格不一样，他认死理儿。嗯，知道了。那你们的房子还准不准备买了？嗯，要么就先算了吧，我回头把您的卡还给您。那怎么行啊？哎，好不容易凑到钱了，说不买就不买了，怎么了？还是钱不够啊？哎呀，您不知道，我们为了这房子，真什么办法都想了。我跟叶一凡差点就假离婚了，要不是发现我压根没怀上，这会儿离婚证在手呢。疯了吧你俩？这种招都想得出来啊！离婚，你真敢跟我说呢？这不没离成吗？以后也不会离。哎呀，这事在我心里憋好多天，我心里难受死了。不跟您说，跟谁说呀？谁让您是我的亲妈呢？别着急啊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怎么那么难？我去，这哪年的呀？这2011。情况不知道啊？姓逼我喝的，我就喝了一杯白的。还喝白的？你胃炎？你喝白的？喝一点点，就一点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去给你装碗装啊。
那老公，我都跟妈说了。妈啥态度啊？妈的态度还行，就是骂咱们两句，说咱们糊涂。你妈不重要，主要是我爸。行，我给这碗粥，喝完吃药啊。